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帮你找个地方坐。哦，那边有一块石头，不过昨天晚上刚下雨，是的哦。那你铺一块布，不要把你的漂亮衣服弄脏了。来来来。我有学过按摩，没关系，没有。啊，你要帮我按摩，这么多人在看我，会不好意思的啦。谁在打我啊？你们有没有看到谁在打我啊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没这样啊，我们走了那么久，你一定肚子饿了。我有准备好吃的东西。真的，小强哥哥好体贴哦。等一下哈。我第一次约会，他做他必死的哈。哇，小强哥哥，那是我最爱吃的蛋糕哎，麦当劳的。这是便利商店嘛，来来来。哎呦，好棒哦！你看我准备的东西，小野都很喜欢吃。那好吃吗？我还有你喜欢吃的哦。我知道你很喜欢漂亮，所以我有准备那叫什么？奇异果，维他命 C 很多，大家吃的都会很漂亮的。小强哥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哎呦。这样好，这么大都煮不了，煮不坏的哈。哦，哎，你这个小气鬼，一直说请我吃东西都没有哦。嗯，好吃吗？还要问，都没有给我自己吃光光哦。哎呦，小丽呀、啊，你的手怎么那么粗啊？那么漂亮的小姐怎么手那么粗呢？哎，因为我以前嘛，家里小时候的时候很困苦，我到出去打工赚钱呢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对。以后你嫁给我的话，我就会让你很幸福，不会让你吃苦的。真的，对我好。你嫁给我好吗？我很喜欢你啦。是啦是啦、真的吗？可是哦，我还要问我爸爸耶，这种大事情一定要问我爸爸的。这样啊、我有准备一个礼物要给你哈、你眼睛闭起来、啊。好好好，小强哥哥，对我真是太好了。求婚要送什么啊，各位朋友？戒指啊，我有准备了。怎么找不到呀、各位朋友，你们戒指找不到，现在要怎么办呢？没有结婚怎么就离婚了、你借我。小强哥哥，怎么那么久嘛？那我就唱首歌给你了，那个戒指后补了，好不好啊？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，只要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，可以答应了吗？哎呀，可是小强哥哥啊，结婚是人生大事呀，那你要向我求婚的话哈，一来戒指也不见了，然后再补个大的，大，哎，好高兴啊！可是哦，这件事情我要问我爸爸耶，这种大事情我就问我爸爸喽。坐啊！既然他答应请问，我们就要亲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么多人在看小哥哥。你是谁？你是谁啊？爸爸。你是谁啊？阿贝啊！阿贝。阿贝。
当小偷，最后销给村民。我今天拿出来。